现在带我妈去搭接驳车，看她从来没看到过的，一辈子可能都不可能有机会看得到的。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我今天要去看什么了。妈带你去看飞机啊，唯一的看走路都看完了，走路走这个不一样哦，这个飞机不一样，不一样不一样，哎，这是战斗机啊，战斗机，嗯，还要表演。本站为凤山工业区停车场，预计25分钟后抵达活动会场。本次活动安排既有三军娃娃热舞、三军一队表演、特战指挥部战技操演、陆航空中分列式、地空整体作战操演。现场也有安排甲车试乘及火炮、试拉等体验。快到喽！提醒各位，请记得带上您的个人随身物品。感谢您的搭乘，祝您今日旅途愉快。哇，这下真的到了，哎，没有好多人，因为我们选择上午来的，哎，可以零距离观察，哎，好难得，还躲在树荫下面，哦，好，满天的蜻蜓啊，好多兵哥哥，还有卖小吃的，我看一下，一定要撑伞啊，这不开玩笑啊，1:30，现在1:24，刚刚到。我妈这是第一次搭接驳车，好多人哦，卖饮料的。妈妈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哎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了哈！三架飞机。哇，啊，坦克，你看我这坦克哦，哎，那个，这飞机哦，哇，好，天哪，我从来都没看过，哎，我也是没看过，真是矮，最后个，嗯，哎，油价，哇，油。十二个飞机，好难得噶，看到这些。啊，关键你来台湾硬是觉得你很浪漫，你啥子都看焦了。接下来即将展现在各位长官，指挥官面前的是阿帕奇空袭直升机，空中性能三 D 展示。我们将采用两机的方式。妈，热死的这里了，看哈，从来没看过，电视都看过，哎呀，太热了。妈，你撑不住，你要说哈，省点说哈。开始了，热都搞忘了，哈哈。哎，难怪不用我说，他们两个都往后面看。哇，这些男的感兴趣哦。好，哇，还要表演。哎，好，两个在表演。哎，还要表演，他两个表演是一样的吗？动作一样的。动作一样的。哎，好美哦。那你的掌声我没有收，一只手撑伞，一只手拍。好了，掌声交给我妈妈。慢点。哦，哎呦，不要摔下。提高速率向上爬升，直升机有新特点，从运动场地到火车站的实时采样，不遵守地形限制。直升机下降。我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哦，啊，倒退，倒退会往上，好吧，他们倒退会往上，对，是直升机，倒退上去，摘起了，你看，哦，前进是下降吗，妈妈？俯冲，然后前进是下降了，下俯冲，直接摘一下，哦，哇。哦，妈，快
来看。哦，这不是。嗯。这样。哦，这几十。几十。刚刚起好，好整齐的。现在。那我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宪兵快速管一连带来的铁骑雄风荣耀赛线，我们掌声欢迎。不是谢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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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你们回来跟我活。你倒都不搞，倒我的活了。那么没强度。不过我妈说热也值得了哈。啊，看到直升机了。真的，哎呀，看到直升机。好紧张哈，从我们头顶飞过。现在还在表演，但是陆陆续续的我们都下来，因为太热了，很多人都选择已经下来了。不过我休息一会儿，没那么热了，我再上去看一下。今天其实是有很多表演的，我跟我妈看的不多啊，啊，就看了直升机啊，就这样。对，是啊，海参。现在展演的是短道射击术，是依据军用格斗刀制作性，借由格挡、射击及个体等动作，目的是使作战官兵熟练人体要害部位，与敌近战格斗时，可迅速对准敌要害予以致命一击，以达我作战部队实战需求。现在所展演的是步枪格斗术，是依据突击步枪制作性所研发的近战格斗术。主要是在模拟现实空间战斗，枪支故障或在敌近身攻击，队员来不及转换枪支时，再不失去主要攻击武器，以枪管、枪身及枪托做近战攻击，达到突击手段后，再给予致命一击。看不到。现在这阵子主攻的是传道对峙训练，队员会以高速为主，打击器为辅来实施对打训练。这是步枪对打训练，官兵手上手持的是模拟突击步枪的格斗棒，目前是我特战队员训练步枪及双手能力器近战格斗的训练器材，目的是要让官兵熟练主武器近战格斗技巧，以强化其运用能力。这边都是卖吃的，太热了，今天真的汗，叫什么24个秋老虎啊，太热了。那我妈在吃冰淇淋啊，热到了。今天看的飞机表演的很好，很好，嗯，好看，好看，比赛的很好啊。走，走，住哪边？走了，我妈，我们要搭车回去了，待会儿没有车，它固定的。我们只看到一部分，大家都辛苦，好热嘛。嗯，好辛苦，太热了。排队中，排了多久了？半个小时了哈。哦，就没有车，等半天了。不是我们这一趟的班，啊，凤山的，凤山的车很少，压都甩飞了。这边明星靠大线的比较多，等太久了哈。那不确实。哎呦，早知道我们去找地方坐起来，等这些人走完了我们再走。等于这样的一个。不是，我说所有的人走完了我们再走，这样就比较好啊。我妈在说什么？她在安慰我，多站一下，当做身体锻炼。我说，我不想站。我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他还说平时坐的时间多，站的时间少，站一下没关系。哦，关键是热啊！看一下兵哥哥更热啊！这怎么就没有我们的车？对啊，这意思。对，他都不是在我们的，在别人的。哎呀，太好笑了！我跟你说哈，已经排的没有撑不下去了，真的。好不容易来一台车哈，可能还要等两台了。我都想说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坐一下，但是又不甘心，已经拍了快一个小时了，那怎么办？全部是那边的，受不了了。然后那个长官也一直跟我们解释说什么塞车啊怎样，人家走了10趟，我们一趟没有走啊。
凤山的。对啊，完全看不到一辆车。对啊，等太久了。不是，你看，这是唯一的一台啊，我们来排了快一个小时了，一直晒着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，对啊，哦，车子调过来了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把新丰的车调过来了，要不然的话看不到希望了。刚开始慢慢排才排到最后好像看不到希望了。好，妈你看现在空了哈，刚才排的满满的。好帅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、还有力宝哈。看过哈，我跟我妈终于回来了，哎呀，热到我快倒了，真的。好的啊，旁边的小朋友说，我发誓，车子来了，我都十天不吃泡面。啊，另外一个小朋友一直在看，一直在观察，就是说，啊，没有平等对待，哎呀，好好笑，哎。然后还有小朋友说，妈妈我受不了了，真的好累。他妈妈说，对啊，我也知道啊，大家都很累啊，我们只有忍耐啊。然后还好后来有一位阿姨去反映了，就说哎不大对，我们这一直在这边等哈，等了那么久一台车都没有看到，哎，人家那些都已经载了十台车了，然后再去反映，然后就调过来，就是接二连三的就调车过来，然后我们就全部就空了，就走了，就这样的。是啊，看那都长什么了。哦，还有家长跟那个小孩子说的，就是因为热啊，这样记忆才深刻啊，这是最美好的记忆。妈，对不对？永远不是不会忘哈。啊，不过真的还是不错哈。嗯，还是不错哎。那个直升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去，还是这儿的光巴溜哎哟，这趟还是可以，还是这儿的。是的。看到飞，至少看到飞机的比赛。嗯，那不是比赛了，它是表演。表演。哎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没有看，真的，今天真的很热，暴晒。30几度。对，感觉它就像重庆那么热啊。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零距离的看这些，兵哥哥还跟我妈他们说拜拜呀，就再见呐，就是非常有礼貌的去跟这些民众这些交流嘛。我妈觉得很震惊的，天哪，没有那么严肃，知道吗？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。嗯，这边那些人些还是很累，好热哦，他们这里好。对，我妈都说他们在那边晒着好累哦，那些兵哥哥。他说我妈说想给他一瓶水，然后我妈只有一瓶水，他说又喝过了，哎呀，很好笑。那些帅哥些都敢，帅哥敢指挥呀，好。对。好大太阳的。好了哟，今天晚上我妈妈肯定又要跟我爸爸汇报今天的工作，那晚上我们就不录了哈。嗯。不录了，弄一弄，躺下休息了。真的今天有点累，不是累是晒。好吧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真的这一次跟我们真的非常震撼视觉啊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好吧，就这样，拜拜。